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孟晨，欢迎来到全民开讲。光辉的十月已经过了一大半，今年在疫情的影响下，双十国庆欢天喜地的气氛变得冷清了不少。还记得总统府前那个充满欢喜能量的美丽队伍——太极门神器家族？大家一定很想看看总统府前神器家族的展演。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中华民国总统府对太极门弟子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举办总统府的元旦升旗典礼，总统府前开跑的全民路跑，总统府第一次对外开放活动，总统府第一次举办的新春开笔，都可看到师父弘道子博士带着师兄师姐共同热情的参与活动。太极门是唯一代表民间团体受到国庆大会十次的邀请，八次参加国庆大会庆典。各位贵宾，太极门承传优质国粹文化，促进国人身心健康。今天特别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各国友人的祝福，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太极门团结合作，欣欣向荣。台湾长大的快乐孩童，喜气洋洋。今天大家张灯结彩，庆祝国家生日的到来，老幼妇孺个个神采飞扬，满面春风，手拿喜袍为国家祝寿，全国上下一同欢欣鼓舞。门弟子承传阴阳哲学智慧，把学到的好回馈给世人，希望人人拥有健康、财富、智慧、快乐与幸福的人生。光辉灿烂的双十，神器家族祝福国家，社会祥和，人民安乐。和鼓声安定社会，止戈向上，社稷平安。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太极门神器活现，欢欣鼓舞。太极神龙遨游天地，赐福人间，象征我们国家国运昌隆，鼎立国际。承祥喜临人间，祝福中华民国安定祥和，好运年年。太极门以多元文化艺术美化生命，滋润心灵，希望能带动更多人为明亮的生命共同来
来努力，人人拥有健康、快乐、幸福的人生。辉耀双十，欢锣喜鼓，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现在场中央是由72尊祥师排列而成的光辉双十，祝福中华民国福星高照，万民开泰。弟子健康灿烂容颜，开朗又有自信，生命充满希望和光彩，这显示国人健康有劲的蓬勃朝气，这是国家富强康乐的象征，也是世代传承的希望。太极门弟子以气养生，以德养性，发扬值得养善精神，展现刚柔并济的侠义风范，将文化之美、武术之光分享给世人，希望触动人心深处，携好向善动力，让世界更美好。拥有身心健康的国民是国家竞争力的泉源，社会进步的基础，也是国家发展最有力的后盾。我们相信在政府与民间团结合作下，必能再创新契机。太极门祝福大家平安快乐，神气活现。曾经在总统府前让海内外来宾与国人竖起大拇指，纷纷赞叹表示，看到太极门就看到活力与希望。但为何25年来，太极门弟子却有流不尽的眼泪？今天我们邀请到4位好朋友来跟大家分享身为太极门弟子的荣耀与冤屈。首先，我们欢迎好朋友 May。 大家好，我是在民国94年经由好朋友的推荐下拜师进入太极门练气功。当我第一次来到道馆的时候，师兄师姐亲切与欢乐的气氛，让从大学时期就离开家乡来到台北念书工作的我感受到家的温暖。道馆就像是我在台北的家，每当我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遭受到困难的时候，来到道馆和师兄师姐谈谈心，总是能在师兄师姐的身上学习到人生智慧。面对生活及工作上的难关，总是能运用智慧迎刃而解。太极门是古传气功武术修行门派，曾10次受邀8次参与国庆展演。我很荣幸参加过2次国庆展演，我们都是利用假日自掏腰包参与练习，真心祝福国家生日快乐。师父更带领着弟子走访世界101个国家、300多个城市，参与3000多场文化展演，让世人认识太极文化之美，推广爱与和平的理念，
用智慧化解干戈，但是这样一个爱家、爱国、爱世人的团体，却在民主自由的台湾遭受人权迫害长达25年之久，至今仍未解决。太极门假案是侯宽仁一手制造的假案，他在民国85年12月19日以宗教扫黑之名违法搜索太极门，用一把桃木剑诬陷太极门养小鬼诈欺，另一方面和国税局制造假证据假证人，把弟子入门时欢喜进城师父的进师礼当成所得，开出天价违法税单。很简单的税法常识，进师礼是赠与，属于免税所得，在法律上若是要课税也是课赠与人，并不是受赠人。这个案件也于民国96年7月13日经刑事法院三审判决太极门无罪确定，无诈欺、无欠税、无违反税捐稽征法，并认定弟子进城师父的进师礼为赠与，属于免税所得。依照法院的判决，国税局就应该撤销所有违法税单，而国税局不仅未依法撤销所有违法税单，竟说法院判的不算数，还将案件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而行政执行署明知税单有误，竟和国税局联手违法强制执行。在民国109年8月21日太极门修行道场预定地遭到违法强行拍卖，拍卖流标后该土地遭非法收归国有，严重迫害太极门的人权。小英总统上任时强调要给人民看到不一样的政府，也强调就是解决问题，不会将问题推给过去，也曾说人民有苦可以说出来，第一次不够大声，第二次可以更大声，再不够大声可以拍桌。我们还不够大声吗？为了这个乌龙的违法税单，我们走上凯道无数次表达我们的心声，也透过各种管道到一府五院各县市首长及民意代表陈情无数次，也举办过无数场的法税论坛，海内外的专家学者都明显指出太极门案的荒谬之处，前监察委员钱林慧君更指出侯宽仁侦办太极门案犯有八大违法，但是侯宽仁至今并未受到任何惩处，还高升为法务部廉政署副署长，掌握更大的权力，这简直是恐怖主义。我由衷的希望蔡英文总统让我们真正看到不一样的政府，真正倾听人民的声音，尽速平反太极门假案，惩处违法官员，归还太极门遭非法收归国有的修行道场预定地，以落实台湾真正的自由民主与人权。太极门是一个古传气功武术修行门派，透过师徒相传来修习气功武术，师父教导弟子新的功夫，人生的智慧，这样一个优质的修行团体却遭到检察官滥权起诉。接下来我们欢迎好朋友 Linda 的分享。大家好，我是一位上班族，在我刚完成学业即将要进入职场的时候，因缘际会下和家人一起到太极门练气功，至今已经有25年了。从小我就是个容易害羞的人，和别人互动的时候总是会很紧张，也因为个性胆小，遇到事情就容易自己生闷气，被欺负了也不敢勇敢站出来。但现在的我很勇敢，会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有太极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让我渐渐变得活泼开朗，愿意改变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好，遇到事情也变得勇敢许多，在太极门学到好多人生智慧。没想到太极门这样的好地方，却在民国85年被侯宽仁检察官滥权的不实起诉，
完全没有经过调查，凭空捏造出莫须有的罪名，让太极门被社会大众误会到现在，真是让人感到痛心。在民国96年7月13日，好不容易等到了真相大白，司法三审判决确定太极门无罪、无欠税、无违反税捐稽征法，这个案件就是国家认证的冤错假案，但是由刑事衍生的税案至今仍未解决。国税局完全不理刑事法院三审判决，而且违背在立法院公听会及行政院跨部会议决议撤销税单及撤回执行之承诺，欺骗立委，欺骗其他部会，欺骗百姓，欺骗总统，更与执行署联手违法强行拍卖太极门修行道场预定地，并非法收归国有，强抢人民财产，简直是无法无天。难道官员变成强盗了吗？法律是讲求证据的，为什么人民已经提出确确实实的证据，也都确定是被冤枉的假案了，为什么国税局和行政执行署还可以如此的漠视，甚至是为了掩盖做错的事，利用媒体到处散播不实讯息给社会大众，这完全是错上加错啊。生而为人，最珍贵的是良心，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些人还能够如此心安的过每一天。始作俑者的侯宽仁检察官非但没有遭受到任何惩处，更升任为廉政署副署长，这是否是在告诉其他检察官都可以跟着这样做就会升官呢？台湾陪审团协会副理事长张静律师曾表示，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检察官是主动侦查，可以自己找案子来办，随便把人起诉安一个罪名，就算你最后无罪也可能已经是十年以后了，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于检察官的约束必须比法官严格才是对的。蔡总统，您不也说过政府做错事人民可以大声的指正吗？如果您还对您讲过的话负责，就请您指示相关部门立刻撤销所有违法税单，归还太极门被违法拍卖且违法收归国有的修行道场预定地，还给太极门一个清白，并严惩所有的违法官员。听完 Linda 的分享，我们知道太极门的案件历经十年三个月冗长的司法审理程序，已经在民国96年7月13日三审确定无罪、无欠税、无违反税捐稽征法，可是国税局却仍然依据检察官的违法起诉书开单课税，甚至强行拍卖财产，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听 Nancy 怎么说。不知道大家对台湾的民主程度了解多少，根据经济学人资讯社 EIU 公布2020年民主指数，台湾在167个受评比国家地区排名第11，高居亚洲之首。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样的盛名之下，却有着许多遭受不当赋税迫害的案例，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学者专家称之为法税228的太极门假案。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成立于民国55年，为台北市国术会、中华武术总会、中华气功协会、中华民国道教会及台北市道教会之团体会员，属免税团体，而弟子赠与师父的进食礼是传统习俗，依所得税法第四条第十七款规定亦属免税所得。民国85年以前，从无武术团体因进食礼被课税，85年以后亦无其他武术团体因此被课税，唯独只有太极门。民国85年，侯宽仁检察官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制造假案，违法侦办，不实起诉太极门，国税局竟没有实质查证及依照侯宽仁检察官未经判决的起诉书资料，对掌门人夫妇开出80年至85年纵所税的假税单。根据银行当时函复检察官，太极门相关账户金额总共仅61万余元，真不知道31亿是检察官如何想象捏造出来的。监察院也于91年及98年两度调查，认定太极门案有多项侵害人权之重大违法，
乃致使无效的违法税单。而刑事假案在民国96年经法院三审判决，已确定太极门无罪、无欠税、无违反税捐稽征法，并确定尽失理事证与性质，属免税所得。地址互助代办练功服等用品非盈利贩售，与掌门人夫妇无关，没有任何欠税问题。假税单则经过20几年不断的行政救济，在诉愿会及行政法院总共赢了18次。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认定太极门为气功武术修行门派，地址尽失理事赠予，与刑事三审判决结果一致。但国税局仍只把5个年度的假税单更正为零，独留81年度，这不是掩耳盗铃吗？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曾于109年5月5日、7月23日两度发函中区国税局，并复之执行署新竹分署，要求中区国税局依80年82至84年度综合所得税更正为零之同一标准处理，并依税捐稽征法第40条撤回执行。但让人伤心难过且不解的是，前述各项非但明显且经过详细调查之法院判决结果及证据，皆未获得中区国税局官员采用或执行，更遑论主动撤销违法税单。而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在明知执行名义有问题，依法应立即停止执行，将案件退回移送机关中区国税局，却仍然违法在109年与国税局联手违法强行拍卖了太极门的土地，并非法收归国有。25年了，纵然已有那么多的证据显示假税单的违法不合理，但太极门无辜遭受的冤屈却仍然得不到昭雪。我的师父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一直告诉我们要坚持做对的事情。在事发初始，曾经有国税局人员表示，只要太极门愿意缴个几十万元即可结案，但师父却说不应该缴的一块钱也不能缴。我们没有犯错，如贪图方便妥协，是纵容错误行为发生，做事其壮大，以致日后再次危害他人及社会。秉持这份不断努力争取正义的决心，我们不灰心，只期望让更多的法税受灾户可以有勇气一起走出来自我救济，也呼吁国家能够正视人民权益，主动积极承认错误，拨乱反正，帮不负亚洲民族之首的美誉。税法对于一般人而言确实有些复杂难懂，可是行政权不能凌驾于司法权之上，这样就会侵害到人民的权利。相信这个道理是一般人都能够理解的。如果政府机关各自为政，甚至不理会司法的判决，那么要叫人民如何相信政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观赏一段影片，让大家更清楚明白太极门案的来龙去脉。今日在在都事件起源于1996年，侯宽仁检察官带着大批警调违法搜索太极门。太极门 ，What's that？太极门是古老的气功武术修行门派，非盈利公益团体，吸入关系的名门正派。侯宽仁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艺品店买的桃木剑污指为养小鬼的证物，甚至说是利用怪力乱神来敛财。It's all rubbish. Come on. 节目主持人李四端问侯宽仁：“你凭什么来断定有犯罪嫌疑？”侯宽仁说：“我在他眼神中看到闪过一丝阴影。”用眼神了吧？喵喂！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诉书。侯宽仁除了羁押起诉掌门人外，也对媒体散布不实消息，毁损名誉，并且冻结掌门人所有财产，罚身无分文。侯宽仁更滥用权力，发文全国县市政府，命令解散太极门，并威胁恐吓逼供受羁押的师徒。哇，这实在太巧诡了吧！
侯宽仁起诉内容，屋子地址拜师时赠与师傅的净师礼是诈欺所得，并且要求法院没收。净师礼 ，What's that？ 净师礼是弟子感恩师傅愿意收徒的心意，是尊师重道的表现，其性质如同婚礼，偶尔逢年过节给父母的红包。起诉书既然认定净师礼是诈欺，要没收，就不该课税。但在案件未查明真相前，国税局竟然开出违法的税单，让太极门面临司法与税法的双重迫害。给钱，给钱！历经10年7个月，在2007年，司法终于判决无罪确定，还给太极门清白，也认定弟子的净师礼是赠与性质，属于免税所得，而且无任何盈利贩售的行为，根本没有任何课税问题。遭无辜羁押的师徒均获得国家冤狱赔偿。监察院更调查指出，侯宽仁检察官有8大违法，税捐机关有7大违法。虽然国家证明了太极门是冤案，国税局官员曾公开表示：“法院的不算数了。”国税局这么霸道，将近20年，不论太极门弟子提出上万份的赠与书证，都证明净师礼是赠与。教育部也正式表示，太极门不是补习班。总统府及五院也关注到此冤案。但国税局却不愿意面对真相，看不见，看不见。财政部长张盛和当年任职台北国税局局长时，把赠与的证据隐匿起来，伪造文书，谎报调查结果，欺骗国人。2012年，国税局公告调查结果，再一次证明净师礼是赠与。国税局也终于承认太极门不是补习班，但国税局却还是继续对掌门人课税，就是要给我钱。Oh my god， 这实在太超过了吧！不就白包红包，红包白包，大家被课税喽。所以不论任何说法，国税局就是要你不出钱。这么没人性的压榨人民，跟强盗有何不同？同太极门案可一挥不法检察官的滥权，国税局的无理霸道，并凌驾一府五院之上。但因此冤案，社会上开始关注赋税人权的人越来越多。缴税是人民依法的义务，但不该缴的税也不该强迫人民缴。据调查，台湾每年都有几百万欠税欠费案件，平均每4户就会有3户。看似平静民主的台湾，背后有多少税灾户暗夜哭泣，无处可伸呢？真相只有一个。详情请上 WPN 世界民报网站 www.worldpeoplenews.com。相信大家已经很清楚，这25年来，太极门弟子为何有流不尽的眼泪。一个上万人的修行团体，都会无辜遭受法税无情的迫害，至今无法平反。对于一般小老百姓而言，恐怕只能无语问苍天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阿勋的心声。我记得小时候很爱看的电视剧，有《施工奇案》、包青天、台湾灵异事件等等等，当时看得紧张刺激，可是却觉得心安，因为在剧里，正义跟真相或许会迟到，但总有一天都会到。长大后却发现，电视剧果然都是骗小孩的，而且我发现有时候人真的比鬼更可怕。今天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让我三观完全崩坏的案件——太极门税务案件。此案因为牵连过广，涉及了太多人的利益纠葛，竟然可以办了25年还没有办法解决，整个过程骇人听闻，曲折离奇。其中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地方有3个。第一个跟奖金有关，民国85年侯宽仁制造假案违法侦办，一方面无指太极门为诈欺，一方面又找了税务员史月生配合做伪证，无指太极门逃漏税。其中用来滥权起诉太极门的不实起诉书，竟成为了国税局拿来课税的唯一依据。96年7月13日，刑事法院3审判决太极门无罪确定，无诈欺、无欠税、无违反税捐稽征法，全数无辜被告都获得国家冤狱赔偿，显示整个案件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侯宽仁的起诉书也遭刑事法院废弃，根本不成立。那么国税局到底为什么可以继续凭着这个致死不成立的起诉书资料，继续的向太极门违法课税呢？难道为了拼业绩、领奖金，假的都可以弄成真的吗？第二个跟行政法院的法官有关，陈升法官徐武峰在刑案3审判决确定所得性质之前，竟于94年违法抢先做出判决，
将80、82、83及84年度的重所税课税处分撤销，唯独判决了81年度的重所税败诉。同样事实，怎么会出现这种割裂事实的认定呢？回顾当时，徐武峰法官仅私下通知了国税局提供刑事侦查笔录，也就是当时的不实起诉内容，来当作判决的依据，并未给太极门任何陈述的机会，因而造成枉法裁判。依据国际人权两公约之规定，国家负有给予有效救济之义务，行政诉讼是人民救济管道的最后防线。但我国行政法院的法官立场不中立，行事偏向行政机关，忘了自己的职责是人民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应协助人民获得有效救济，现在竟反过来帮行政机关对付人民，这样的法官难道没有失职吗？第三个问题跟指鹿为马有关。太极门为古传气功武术修行门派，自民国55年成立至今，这个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然而国税局却可以对太极门违法开出民国80到85这六个年度的假税单来强行课税。我想问国税局，为何太极门在其他年度都是武术团体，只有这六个年度可以变成补习班呢？到108年底，国税局终于将其中五个年度的课税金额更正为零，但我还是想要请教国税局，都是同一性质，同一个事实证据，到底为什么要独留一个年度不撤销呢？我们的国税局官员跟行政法院的法官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态，可以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良心，指鹿为马，做出违法错误的判定？这些问题在去年8月太极门修行道场预定地被国税局和执行署联手违法强行拍卖，拍卖不成直接非法收归国有后，我找到了答案。如果一个假案可以让好几个政府部门领到丰厚的奖金，像是办案奖金、税务奖励金和执行奖金等等等，涉及这个案件的违法官员为了利益就会坚持到底，相互掩护，为了钱勇往直前。我不禁怀疑太极门案根本就是政府为了找提款机而衍生的假案而已。我不知道线上的朋友听完太极门案件后心理感受如何，但我个人是觉得蛮惊悚的。这一整个案件告诉我，国税局行政裁量权已经大到可以扭曲所得性质，随便推一个金额就可以开税单要你缴税，如果不缴，执行署就可以拍卖你的资产，限制你出境。你如果想说台湾好歹是民主国家吧，有救济途径，可以诉愿，可以诉讼，醒醒吧，诉愿要先缴一半的金额，否则将遭强制执行，冻结资产，查封法拍，甚至管收。行政诉讼只有 6% 的几率可以赢，但即使你赢了，得到的判决结果却是发回原单位另为司法处分，万年不死税单就是这样折磨无数的税灾户。我知道我刚讲的很像企业怪谈，但上述这些都是活生生每天都在上演的现况。而且令人讶异的是，太极门只是千万受害者的冰山一角。我真心怀疑这样的政府运作机制真的能吸引得到外资吗？真的能留得住人才吗？内忧外患的台湾如果没有了人才，到底还能撑多久？太极门案件看似跟你我无关，但法跟税的问题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深深影响着台湾，影响着你我的未来。我们每个人如果多关心一点，政府有了压力，台湾才有进步的机会。谢谢大家。听完四位好朋友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太极门自始至终根本没有税的问题。宝岛台湾号称亚洲第一个华人民主灯塔，自由、民主、法治是我们引以为傲的资产。然而时至今日，中华民国刚过110岁生日，我们的法税制度却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公不义。政府应该赶紧面对错误，更正错误，撤销所有的违法税单，归还人民被违法拍卖的财产，才是真正体现小英总统上任以来接触的转型正义。本场的全民开讲就到这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充满泪水与勇气的歌曲，
为爱勇敢。承受了24年的冤屈，依然屹立不摇，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台湾更好。失去理想，长夜将近，黎明破晓。